最近发现了一款全天然植物性的优格，使用了一段时间，实在是越来越喜欢。自从开启全植物性的素食生活后，一直也在寻找着无奶制品的优格，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最后还是找到了。祝你清安是一款采用大豆、椰子、全天然植物成分所制成的优格，那做法实在太方便了。取一包60克优格粉，加入150毫升的温水，然后放入酸奶机，等待发酵8至10个小时后就可食用。那完成的成品带有大豆香和微微的椰香，也不会太酸，入口的酸奶真的好清爽。而且经过检测的植物酸奶每盒含有216亿以上的活性菌群。为什么要摄取多元不同种类的发酵食物呢？当肠道的益菌生态越丰富，更有助于提高肠道机能，改善便秘，增强人体免疫。吃早餐后再搭配一杯酸奶，实在太幸福了。或是把酸奶涂在吐司上，那味道也太好了。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，它不仅是为新的一天提供能量，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承诺。在柴米油盐般的日常里，却也蕴含着大部分的幸福时光。